忍忍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忍者必须死了，好不好？那最近我基本上都在打我们的剧情啦、啊，很久很久没有跑我们的疾风挑战了。那经过我们剧情的洗礼之后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跑图啊跟打 BOSS 能力应该是有加强、哦。那今天的话就再一次挑战我们的疾风挑战，看一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哦。那当然是不会让苍牙先当第一只的啦，一定是玩零的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、哦，一切都调配稳定，看一下有谁的装备是比较不一样的。好，目前看起来是没事的啊、哦，是没事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打，应该是 OK 的。等一下，小娇这边的话，我应该觉得还是把这样换掉吧。这个这样，海螺还是苦无先，海螺先好了。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调整完毕，然后再来就是刷一下。有没有那个生命值加 30%？ OK， 开场冲刺。OK， 那就是 last go go go， 看一下这一次能不能取得我们的好成绩。还是没有上单过啦，但是现在目前来说，保底应该都可以到达那个大名府的那个区域了哦。保底大名府啦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这一次有没有办法再取得好成绩。有一段时间没跑了，不过最近玩那个故事剧情模式啊，那个关卡那个难度都还蛮高的，所以这个。感觉我们那个就是眼睛的那个能力啊，应该是有被训练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手的能力就不知道了，搞不好脑袋说我这边要跳，然后手说你吃屎这样的感觉。好，弄掉，完了忘记吃，刚刚没有吃到那个火。开场冲刺九次爽，我看冲完刺还会有这个冰晶。这边是石头区的样子。我好久没有玩到可以飞行的角色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要忘记要怎么跑了，笑死！我们现在居然到这边还没有累积到大招，哎，太尴尬了吧！然后上面这边吃一吃就有大招了。好，可以。然后待会这边金币吃完，可以先开个大招，先让自己周围都是这个冰晶啊，用冰晶护体。连炸两下，哇！就我们吃的这个雷啊，硬去撞这些东西啊，我们旁边的冰晶都没了。没事没事，哎呦！哎呦，完了完了！不知道那个带不死魂水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血量回更快？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带那个来跑这个比较好，增加续战力？会吗？龙来了，龙来了！来一个鱼群，炸一下！九天梭子，
哎呦，太少打这个武士了。哎呦，不是哎、欸，我说这个这一关卡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家掉洞，你知道吗？我前面有好几场都是掉在这个洞上面，因为不知道这到底下面有没有东西可以接，你知道吗？这关大家要注意啊，这关有点麻烦，那每次都让我掉洞，你够白痴。大招一炸，哎，怎么感觉好像板子有换过啊？它是不是都已经在更新啊？我怎么不记得我以前跑过这些东西？哎，他是不是有在更新版啊？我不记得刚刚那个，哎，我记得有这些大柱子跟这些东西啊，但是我不记得他们是长这个样子。哇，无时无刻在更新啊，忍者，这个就比较，这就比较常见。我差点死掉了，武士，吃鱼。啊！鲨鱼没碰到，哈哈！大鲨鱼没碰到啊！哎呦！来了，泽平最爱的音乐来了，还没掉宝箱哎、欸！哇，小气鬼啊！这大哥没掉宝箱啊？那么小气的、哦，哈哈。我第一次看到没到宝箱的网哎、欸，哇，小气不拉鬼！哎，又是这个，这个我也不是很喜欢的地方啊，就是鬼头区再加上那个就是落石区啊，落石的地方的话好像是用我们这些武器东西啊都是消不掉的，所以很麻烦。不要笑太早，我刚刚想说他到底想干嘛。哦呦，鬼头区，你看就是这个石头，哎呦，这区下面好像蛮常接雷电球的。
我只想要我的血量赶快回来啊！他一直卡在那个快要一半，很不舒服哎、欸。雷龙来啦！再见！哎，掉个宝物好不好？不要跟刚刚前面那个武士一样那么小气，真的很扯。ハマギツの力、見せてあげるわ。希望是吃金币，不要再毁了我的冰锥啦！哦、oh, ，nice， 喊什么有什么哎、欸。那希望今天可以顺利大名府，然后直接上山，好不好？该是时候上山了吧，各位。这是大名府，大名府之外啊，武士城。哎、欸，完了，走开了。我以为接下来就是了，结果不是、欸。哎，他送我两排金币啊，各位。这怎么好意思，两排金币？哎呦！哇，完了，屁卷没了，要死了！你知道我的缺点就是我会一直去，就是会一直想要扣的招不用，你知道？挂卡，完了，一讲话就直接掰掉啦，尴尬啦！先苍牙好了，先苍牙出发。Boss 是神安安，拜拜。これで最後だ。再缴一个，比较安全一点点。
加油啊，苍牙，靠你撑啦！我想要赶快到 BOSS 哦，我还是比较会打 BOSS 的、啊。哎，これで最後。棒棒直接削到我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被棒棒吓到了，蜘蛛，哎，完了！哎，我的寒冰怎么没出现？完了，那看来这一次要冥府可能比较偏难哦。S 级的蚊子，哎，看，完了，白痴！完了，我在乱搞啊！死定啦，各位，这次没啦，完啦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次没啦，泽平，完啦！前面那边自己失误弄掉了。完了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乱了，我乱了。先稳一下，想说今天应该可以不错的零，哎、欸，他这边一直在干扰我吃那个、欸，哎，吃手里剑球，吃鱼啦，不要吵。哇，这次好像有点惨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一次的宝箱也很惨。也不行了，要开大了，不能再开玩笑了。我是觉得我的眼睛有看得比较仔细啦，但是真的还是要习惯这个操控。我的冰晶全部都被挡掉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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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出事喽！好 ，boss， 我们先开双龙了，哦，开龙了，哈哈，开龙会死哦，撑久一点，开龙。怎么他们没有坏掉啊？现在才坏，太坏，坏也太慢了吧？死！九天双杀，这样应该有大名府了吧？应该是有啦。这只结束，我记得好像就是。但我们大名府这次也没得撑了，角色都没了，还想怎么办？角色都没了，还想怎么办？哟，到了。冥府区，刀，又是刀，每次都掰刀这边哦，小心了各位。鬼头，有大招，火龙吧，是吧？铁甲龙王 ，OK。完了，没有，好久没打他了，忘记怎么闪了。开了，受不了了，不行了，
后面不会闪了。哦呦！哇靠！这什么东西鬼啊？干！唉 ，GG。但这次我们前面死太多了，不然其实哇，这边后面应该可以撑欸。我觉得我们是有进步的啦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是有进步的，没关系，慢慢再继续努力。有啦，有啦。这个训练的成果是有效的，好不好？训练的成果是有效的，第六名，nice。那目前来说，大家的这个疾风挑战赛都跑到哪里了？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啦，我是平台见喽，大家拜拜。